摇下车窗的驾驶才刚挥完手，另一头路口的年轻人也抢着要合照。郑运鹏和民进党立委于天首度战车扫街，北桃园的民众很热情。于大哥来到桃园帮我车队扫街的时候，我有点吓一跳。他在立法院民进党党团里面，他的分量跟柯建铭总召一模一样，也是我们的精神领袖。记得事情。明天就是三个月了，那当然时间会冲淡一切。平常碰到选举，我是全国都跑透透的，那这一次没有办法这样参加，非常抱歉。不止于天情意相挺，还有粉丝送来一袋能量饮和面包。郑运鹏乐被喂食，战车上开动，但上午行程一口气宣布最后冲刺，全面进攻南桃园。20号晚间中立大场，接下来杨梅、平镇、内坜也通通瞄准蓝营票仓。总统、副总统连同市长郑文灿接力现身。早上到下午，我们都会有车队扫街，不分北桃南桃。张善政先生他们打的就是，把握国民党的基本盘。谢谢大家。绿营指导大本营，张善政积极回防。20号一早先到中立扫市场，而19号晚间国民党大造势就在中立。但张善政台上一句“市长不能让桃园人丢脸”，郑运鹏隔空反击。张善政先生从参选以来，嘴巴里面几乎没有一句好话。桃园被他讲的跟韩国瑜讲高雄一样，没有一处是好的。那做人高傲，桃园的重要性也就凸显了说，为什么国民党把我征召出来，让我能够来帮大家一起来把桃园变成蓝天。选战打法蓝绿有别，延续8年执政，对上空降，积极强化组织陆战，要拼到最后一刻。三立新闻林凯君、郭文轩桃园报道。有兄弟的破声来欢迎来的小一总统。总统蔡英文专程北上力挺基隆市长候选人蔡适应。在场的每一位朋友都要帮助催票、拉票、顾票，我们一起延续基隆五星级的执政。蔡适应搬出总统级助选团，造势活动涌入万人相挺，支持者们人手一支旗子挥舞支持，把握选前超级星期天。对手的家族跟基隆的关系，大家都很清楚，就让基隆市政摆脱家族政治，所以。就支持蔡适应，安内阿某，安内阿某。蔡适应行程满档，造势晚会前一大早还到信义市场扫街拜票，过程中还巧遇对手国民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谢国良。同台尬场意味浓厚，在市场拥挤的走道，蔡适应、谢国良窄路相逢，各走各的，没打招呼，连个眼神都没交集，都只忙着抓紧时间跟选民把钢筋。一一问候，握手求支持。谢国良、蔡适应短兵相接，各自努力抢攻市场票。三立新闻江文贤、林玉君、林俊华，基隆采访报道。